但我感觉我这边的实抽，今天感觉很有缘分呢、欸，好像会出哎、欸。OK，哎，手部的副词条是不是有两个没用就不好？我要出了。哎，念一个 S。缘分的星神，苍角又到了。攻击角，哎、欸，我攻击角，攻击角不错啊。但有两个废词条。有送那么多抽，登录就送200抽啊！鲨鱼。但我的满命苍角还是想当主力耶、欸。好、哦，这边也能十连。这边是谁呢？阿雄。这首歌确实不错啊。脚出行吗？有一堆可以顶的。这次要做粗活。阿雄原来三命啊。需要帮忙吗？那可以修改自己的生日啊！哦，米哈游好像会在你生日的时候给你送东西啊。帕姆就有在我生日的时候给我送东西啊。
我看一下他现在缺什么。一起休息吧。那个蛋糕可以吃，蛋糕。兄弟，等一下。啊，没开到这个斗内。差不多。两百过了吗？随便过的、哦。今天该过的都过了。B 六能过 ，B 六一直都很简单呢、啊。你今天也很努力了。螺旋引擎启动。好枪好枪！这个人很努力了。回去处理黄金，黄金哦，黄金也是该处理一下。派派会一直偷窥我啊！一起休息吧。这派派挺好的，你看他会一直偷窥我。材料不够。解支线拿游戏币了，一起休息吧，还要全点，这怎么能不点的？不点也太亏了吧！哎呀，任务解一解又一堆钱了。苍角到，好累哦。一起休息吧。五十等超贵，五十等有那么一点点贵。这关现在好像还是打不了 S。我看一下，上半落火，下半落冰。苍角到，日安，赶紧出发。帮布要升五十也很难、欸。小出勤吗？听从您的命令。我的。都需要一阵子。我的我的。没 up 难抽派派，相信自己。
下礼拜能抽朱渊，可以缘分抽一下。喜欢这种。魔酸引擎启动。那应该更多的都是在等这个青衣啊。好，房屋通通闪开！好的，我悠闲的赢一局吧。破前十关了，过了。不会很费力的。你好安全带了吗？来了来了。露西，要注意休息哦。常用 iPad 玩的好操作吗？我也不太知道哎。PC 游戏、手机应该都不是很好操作。好，把我通通闪开！开始加速吧！也是看人呐、啊。辛苦了，不愧是，看我的，喂，滚远点，马上就好，系好安全带了吗？准备发射！啊，最美的流星！魔酸引擎启动！来，轮到我了！没有回切角，很多招式都用不太出来吧？来了！系好安全带了吗？好球队，喜欢这种。其实还是有不少手法要用才可以打得快的。打好了！为你效劳，
接招！嘿嘿。要来调作息了，准备要睡了。明白。野鱼。转转转转转转，停！别眨眼睛哦！嗯，哈，嘿嘿，看这个，呀，哈，嘿，呀，哎，小心小心，呀，呀，好，呀，狩猎时间，接招，慢点，尝尝这个。一箭斩你会常按不到，一箭斩就是发光就按了、贪食蛇活动解完了吗？还没呢。我看一个那个苍角的那个手法、啊、只差一分钟，对啊，手法还不够好啊。苍角的手法不好处理啊。只要我的狼哥不太痛啊，苍角的合走比较难打出来。因为我的苍角是主席啊，因为我是在那个狼哥那个时候切，但我的苍角常常都没拿到被动。三不五时，招会被狼叔吃掉啊！因为苍角比较特别，他留在场上的时间长一点点。哎，我是苍角主席啊，很容易不小心把 buff 给到狼哥啊。就看要不要玩主席嘛。
但枪脚挺好的、欸。主席，我有啦，刚来啦。就目前仓角主席打起来还行，就是差一点点就能 S 了，等级再拉一下就可以了。啊，对啊，哥，如果失误的话，你的角色是会被打死的。后面的怪打得比较痛一点点，这个失误会被打死，会少一只长脚。嗯，对，副石条一直跑生命力，不错。有生命不错啦，我告诉你，生命鞋。很多人要用的，很多人感觉只有你。下一区，楼上怕电，楼上怕以太，楼下怕电。我仓角50了，对啊，我先拉了仓角啊。哇，怎么有一只跑掉了？对对对，靠资源技能会有短无敌，其实没有，不是每一只都有。那个才射三场，马上就好，就把那三场打了。行。火神引擎启动，滚远点。
努力了。啊！不会很费力的。我稳了。转起来真的痛，转起来是真的痛。剩下的我来就行。好的哇。哎，好，系好安全带了吗？有偷袭我，好不对，马上就好。哎，开始加速吧，呀，全部交给我。我算引擎启动，滚远点，快叠少一点哦。好，不对，喜欢这种。现在也没什么叠怪的吧？我有些角色就是专门来打多次怪的。派派确实不错。班长。派派的好，懂得都懂，伤害真的高。不好意思，清算。为你效劳，来喽！快 ！Yes, Master。哼，轮到我了！为你效劳。也是不错啊，开饭了。哎，苍角是这个阵营里面唯一是有出来的，他是空洞防卫队的嘛。瞧好了，野鱼。就以这份力量，尝尝这个。苍角不要几命了，13、14命了吧？
刚刚抽鲨鱼的时候又中了一只长条。就位。为你服务。转转转转转转，停！哈！哈！呀！来！派派那边好像还有一个大姐头吧？大姐头看起来蛮强的。来喽！青衣什么时候？青衣大概要一个月吧。Yes, master。别眨眼睛哦。乘胜追击，转转转转转转转，停！男角有点少，或者说男角有点少，帅哥比较少。啊，我还一定要戴帽帽。什么？你要戴帽帽了？这我还一定要。但是开画面啊。啊，我刚扔掉。啊，然后我还不能，这样就不能戴我球棒侠。没错，他那里强制你要戴那个帽子，非常愚蠢。还在，我毁了。没有球棒，一点都不帅。杨叔会死。杨叔带队。杨叔带队稳的。要出勤吗？管饭吗？现在洛里有几个？喂，在叫我吗？洛里有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、五个洛里，万事无忧。男角有四个，在叫我吗？喵。猫又会跳来跳去啊！猫又跳舞，唯一一只会跳舞的。这个要是要读取多久了？快开画面了，开了，开啊，你倒是开啊。没事。
噔噔噔，鲨鱼会跳舞吗？鲨鱼不会跳舞。这一款这个摆 pose 确实是蛮帅的。需要一点钱。我有两把枪，双倍准头。两把枪。露西不错啊，去哪里才可以遇到青衣啊？比利啊。比利就走这个斜咖、啊，没办法。他现在帅的这个男角，目前就安东吧。轻易遇得到啊，但我偶尔会遇到。在一些比较特别的地方，贪食蛇活动还没啊？那个活动什么时候结束？今天开的吧？我连这个招财绑布的都还没解，招财绑布。哎，现在可以一键上架了，好方便啊！安娜，这只也是下下棋会一起出的角色。信赖哦，正在解啊，不解拿不到那个 S 级的那一套装备。他给的那一套 S 级啄木鸟好不好用啊？比利又在打电动了。啊，这个就是那个活动啊。啊，这里有电玩节。浩赛，你说那个不是大家都一样的？这材料我也不知道给的多不多欸。我也已经让18号工作很久了。拿个机长就全拿啊，奖励是什么？怎么信赖度下降了？
怎么可能？我聊天怪客哎、欸。尼克里斯联动，这真的很特别。没看过的、欸、黄泉要哭了，波迪欧要开枪了，换歌了，换歌了，换歌了。那 BGM 是什么？少女前线的。我们要看一下这只技能会干嘛。他的技能。要怎么把下面这个缩起来？他的技能就是一直按战机就对了，一直按战机 ，OK。反正你就是有战机就按战机。啊！可是他这样会跟杨叔抢到飞。你黑塔不要按战机啊！啊，到时候奶妈要奶啊！啊，奶妈不要按战机啊！奶妈不要按战机，老贝他要干嘛？不知道，他开大招就好了。哎、欸、有哎、欸，这个就是下一期要出的那个角色。警长，终于有一只帅脚了。鲨鱼真的是到处都遇得到哎、欸。麦困啊，杨叔拜托几个人。把杨叔叫起来啦。你说。还要睡我叫不醒。寻找明星探险家。
哦，给我一张图。我的警察。聊天加好感，对哦，聊个天哦。打得破星期天的盾吗？一定可以啊。哎靠！是刚什么事？杨叔打架？算这边。哪一个比较会消刃啊？那个杨叔还是这个？全中的话，每一下都是死啊。杨叔是四下，帽子六下。刚换了一批新式的光卡，我还是用杨叔大姐的枪。走啦！要是发现了什么好吃的好玩的，记得告诉我啊。这支明星探险家是在哪里啊？在一个空洞调查协会的木星俱乐部旁边。动调查协会，哎、欸，石瓦，佩拉，就转一下圈圈呐、啊，你转啊，转啊，杨叔倒是把他打到转，早安啊，砰砰砰砰砰。一丁尼布，他在一个柱子底下，一个柱子底下、哦、我看一下，应该在一个球的对面。提高警惕。空洞房子的旁边，变身绑布。这个完全就是那个哎、欸，仙舟的那个解谜。嗯，抓到另外一只。看一下巨大的球，停车场，停车场啊、哦。这里有斑马线，他戴着一顶帽子。这应该是一个在一个比较高的地方啊。
在某个地方的楼上，又怎么啦？李阳叔怎么要倒啦？没事，开麦，换接让他小粗暴，欸、找到他嘞。又怎么啦？赶快扁他哦！帮人扁旁边的、哦。哦，他锁弱点了，那你就扁旁边的。靠，旁边砍到那个，洗吧啦。没事啊，这个盾随便敲两下就破啦。剩下的。杨树镇大招一下就直接全破了，子航要死人了呢。黑塔好像还没有。嗯，杨树先打晕那只要攻击的那只啊。来恭喜，超赛。不是、啊，打被破防的那一只啊！哎、欸，不会死。剧情啊，啊、哦，一首强劲的 BGM 要响起了。点击。帕姆来喽！啊，他也是帕姆。帕姆开车来喽。大哥要开始被撞了，哦，没点数，你没点数了，没事啊，一直 AR， 有大开大，我这个左下角这个是，我这个左下角还有是不用开大吧，妈，可以不开啊，有点点的时候就是打那些头上有帽子的敌人会特别痛啊，被击破的敌人打有额外伤害啊。OK， 好，我应该用大锤敲一下。哭啊！你不先开大，我现在开杂攻哎，猫猫还有点数呢。杨树开大，杨树开大了，发飙了，发飙了。去破护盾，打旁边的，打旁边的，超级破杨叔，咚咚咚，有吗？超级破啊！所以我要用大锤敲吗？对了，用大锤敲啊，要锤旁边那些东西啊，看到没有？额外伤害啊！感觉杨树不要花点了，这个别太贪吃，给很多哎、欸。欢迎光临金手指，
请先阅读店内守则。就是教训人家电脑，然后赚大分嘛。还有什么目标啊？拿八百分，输了拿五百分。啊！啊，没事。没事，双杀。蛇蛇兑换券，这样是玩家呢，跟我同时动的。哎呦，有操作的哦。哎，杨叔睡着。就睡着了，唱歌叫醒他，叫不醒他。哇，天哪！什么情况啊？出生就死了，双杀。是在我，啊，我们这样输了。你那边要开始唱歌了。哇，他三阶怎么长这样啊？是什么？
他不是写说有920个吗？920个飞灵啊，怎么这边只有200个啊？他三阶，你小心啊，会送你上西天的。那真的好危险。收走了吗？太出有为。我也想早点下班呢。店长，太好了，我有件事要找你帮忙。我打算换一种精油，你觉得该选轻薄型的还是醇厚型的？你在说什么？哎，我说的是枪支用的保养精油啊，店长竟然不知道吗？原来是这个油。哦，我明白了，你以为我说的是别的东西？机器人的润滑油。没错，我的机械关节确实需要不少润滑油，店长还挺关心我的嘛。并不是，而且话题扯太远了。说的也是，我以为店长家的那位帮部也会用类似的产品，可惜我这个月剩下的工资只够买一种，不然就是还有薪水啊。买两个试用装如何？好主意，这样既能体验到两种油的使用感，又不用花很多钱，真不愧是店长，比尼克老大还懂精打细算。这话听起来可不像是在夸人。谢了店长，之后我给你汇报两种保养精油的使用感受的，你有什么事的话也欢迎随时联系我啊。信赖等级提升。你好啊，来一杯听曼特条，帮你抵消生活的疲劳。物理战术晶片，现在应该是需要这个吧？卡布奇诺。他们发现你的，帽子，没事，赢了随便打。你这，我感觉不太妙，我太没招了。平静惬意的心情，你快要没招了。你知道他的太初有为要归零了吗？太初有为，他又从礼拜一开始数了。苍角到，人这么早起就开台啊？没有啊，准备要睡了。好累哦。都有杨叔差很多，杨叔消刃超快，是超级快。苍角到，治安升降。啊，有何贵干？要出勤吗？管饭吗？七休日结束了。
再来是星期一。那看看这个时间有谁在开啊，我准备要来休困啊。振兴 disco， 给狼叔来一个振兴 disco 了。自由蓝调加极地重金属。罗杰台感觉不错哦。啊、哦、，YOLO 台好了，这边在 EVO。魔酸引擎启动。好球好球，喜欢这种。哦，异常精通，大便。2.4 版本有拿剑的三月七，其实消息很早就透露了。苍角到，好累哦。啊，这个球要再升一阶。哎呀，刚刚就应该吃这个强化的，官方的不知道什么活动的时候讲的吧。看起来很邪，我们三七仔一直都是很邪的啦，假装很邪哦。你看他说要皮诺康尼血流成河，露西要注意休息哦。直接皮诺康尼就毁了。来了，系好安全带了吗？好球好球，马上就好。拍拍，辛苦了。魔酸引擎启动。Fate 的联动是有 PB 还是怎样？安德，其实就只是在前瞻游戏。喜欢这种。最美的流星。提早一年放消息，差不多吧，一年差不多啊。看什么时候要跟 EBA 联动啊？什么时候去一趟地球，找一下使徒？
崩山有啊，崩山有，那铁道还没有啊。缺一个这个帽子。明日香加 skin 加合作剧情，我看他跟幻塔的联动看起来做得很好。但没空玩幻塔了，冲一次体力打一场好了。新游戏哦，我还没看他的 PV 耶。让我来。好球好球。准备看一下。安达。哼哼，撞到你了！嗯，哦，系好安全带了吗？偶尔也会认真的。悠闲的赢一局吧。看一下新的那一款，现在那一款叫什么？